王哥，你咋没说我打错了呢？你他妈到底要干啥呀？王哥，你不说让我再打电话，我试试吗？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吗？试试咋的呀？我买枪。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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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蓝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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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他妈打啥的？没有家的，没有那个玩意儿的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我操！别冲动，我买把短枪，打个筋儿没问题的。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你买枪就行。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10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冒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拿，都给我挨着房门了。哒哒哒哒哒哒。来，我告诉你地址，北方大西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别冲动，王老王，只有一句话，我只有一句话，我爱你。如果我要的一开始你就给了我，那我就失去了让你纠缠的学历。你也知道，我没有变过多少，我只有你这一件好事。